打一把狗头人，那不看随规便矩看打起来很吗？可怕，那狗这头要人简直是是随便真的打。可怕。天赋错没错？没错。我饿了。给我一把好刀，再给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狗头人呢？狗头人人没了。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没有啊。你遇到的是我。拉回来。哎一下。他们别想阻止我。当然他们可以想想。拉回来。一下。哎这没中。拉。我有一大把的麻烦事。哎一下，平 A 一下，一回来，出一下，拉一下，我的炮车，软不软弱无力的已经无所谓了，炮车不能丢啊。抠一下，平 A， 放烟再抠 ，A E， 你有血光之灾，抠。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下破胆了。哎，这怎么打到我的？他回家了。老办法是行不通的。我们的阿卡丽就慢慢玩，不要着急啊！这种英雄急不得，先吃个药。前期本来就不好杀人。平 A。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。Q 一下。哎，刚才那个 Q 没中吗？我爱我的手艺，我的敌人爱不起来。那狗头人真是打不还手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手。A Q 再拉，我看你能有多少血跟我俩在这耗啊？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我看你能有多少血，小伙子。好，这么大一波兵，他也没带传送。速度和技法无与伦比。他现在已经劣势非常大了啊！我们回家。我要弄得像魔法一样。我们39刀，他16刀。我觉得我打他，我都不需要先出护臂，我就直接一个暗夜收割者就完事了。而且夺命。他带的极瓢闪现，一次出手换一条性命，干脆利落。抽拉，
A Q E， 点炎 W A Q 拉 A Q 给大平 A 闪现一个平 A， 差一丝儿，操！真能跑。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你怎么还追呀？哎，没有查克拉，有查克拉这波减速他死了。给我一把好刀，再给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闪现一个平 A 打塔，我没打塔呀。我们刚才操作也没啥问题呀、啊，有问题吗？我做事和他不同。那他闪现疾跑减速我，我们差一丝 A 到他人了，那也没办法呀、啊。那空了一个扣，他不闪现躲的吗？迅猛有致命。没问题，操作就是看起来很僵硬。那我被减速了，肯定僵硬啊。那没问题，你得说什么下饭呢？哪下饭了？就离谱，没有任何问题，跟我在这互相下饭，说是我也不知道哪下饭。Q 了，当然他们可以想奥纳夫什么时候来的？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！别管均衡了，没看见奥纳夫呀、哎？啥时候来的呢？来了，不打个信号？我直接干他一套吧。没办法，我打他一套，我先刀锋过来，直接把他收大把的麻烦事，还有用不完的时间。十秒大，不知道武器来没来呀、啊？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往一下过来。你能打过我吗，兄弟？啊！你跟我闹着玩呢是不是？
好像小驴人有点无敌，不过我也没办法。这阿卡丽也就玩成这样了。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的。我觉得英雄最多压压人，想杀人不是那么很好杀，比较费劲。出一个收割者。规矩是阻碍，谁定规矩谁去守吧。高端局还能行点，因为比较细微的小操作呀，就能赢得线上的优势，杀一波就好打。这英雄不太行。我跟小驴人的装备其实一样，虽然我只杀了一个人啊，但是我们跟他的装备是一模一样的，可能还比他好一点。都有弱点，他们的弱点就是我的目标。软弱无力，你们上来就软弱无力，也不知道干啥。你让我扣这一下，我就上了。我不用在那软弱无力啊。我的不热爱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这是啥呀？哎呀，太下饭了啊！这波下饭了，这怎么 R 没打到啊？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还是着急了，着急杀他了。这狗头人还是很幼的，有点着急了，薛伟。这也不掉血呀，这打的。为什么打到小兵了？均衡教派无法控制我，我专做他们不愿做的事。不是，打不到了。这英雄就得慢慢耗血。着急就打不死人，不能着急。只有一个规矩，敌人不能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还行吧，回家我就会会这小驴人。给我一把好了。真幼啊。想满血将他击杀好像有点费劲。跳弹呢？我的杀意重要，重要的是背后的原因。我的天哪！真幼啊，这狗头人呐，实在是有点幼。我们下一件装备出个什么呢？美甲的窃魂卷不得，我们换一个沙漏吧。我虽然优势很大，但我就感觉这英雄怎么玩怎么别扭，不行了。从今以后这阿卡丽
无论再怎么想玩，咱也不能碰了。没什么感觉，感觉不对，这个感觉是不对的。只疼一会儿。我去了，那武器可能来了。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你干哈去了？哎，算了，我不去了。我去了，我也不一定能打得死那武器，那狗头人指定给我换了。我得等他们俩追我。俺们慢慢来啊，别着急。魔法是不错，哎，别急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玩阿卡丽一定不能着急啊！你干哈呢？拿出真本事来！别急啊，别急。那武器大师人搁哪呢？给我出来来！无所谓，杀不了就拉倒。努力跟上我。麻烦事才有用不完的时间。我现在有个名字叫做不着急。如果你看起来很可怕，我叫不着急，慢慢来。来人了，我们撤。小龙，小龙这波我们出个秒表。算了，这波直接美甲窃魂卷吧。我觉得我那应该能拿一波人头。我要弄得像魔法一样。哎呀，我这 E 呢？我就在这儿。哎呀，太菜了！哎呀，这也太菜了，蓝莲汉呐！太菜了，哎呀，玩不下去了，这英雄玩的，哎，脑袋疼啊，玩的头疼，太难受了，这亚卡丽，可不能再玩了，这英雄玩的我要心肌梗塞了。玩的我头皮有些许发麻，还行。奥拉夫刚才收了好几个啊。一次出手，换一条线，干脆。这都没打过啊，原因是什么？
能不能抠中人？能抠中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不知道我自己菜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吗？就你会说。好吧。都说了，斗胆玩一把，斗胆玩一把，还比比。要不你们天天搁那儿，哎呀，老玩这几个英雄，老玩这几个英雄，我玩什么阿卡丽？哎呦我操！现在知道菜了，现在知道说菜了。从今以后啊，就十个英雄，没有就拉倒，爱干不干。真是。出个秒表吧，但我说实话，我这个阿卡丽最多吧，叫俺们没带动。我们该做的事儿吧，其实也做了，就只是操作有点烂而已。最起码的狗头人，我压了他两级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对不对？最起码这狗头人我们压了他两级，而且这个狗头人这一把他没有去参过团，你最多说这阿卡丽操作不太行。没有带队友。不要要求太高。一整天都不回你。我也就欺负欺负狗头人了，那我上单不欺负狗头人，欺负谁？欺负你啊！以后啊，谁要给我打爆了，我就直接按你原话说，行不行？以后谁要给我打爆，你也别说我菜，你就直接，我就直接说，我说你也就欺负欺负我了，别人你都欺负不了。武器大师怎么这么猛？这武器大师，盯，没盯出来。继续下一把。谢谢啾啾啾的办卡。下一把吧，太离谱。原来这个墙是过不去的呀！谢谢音吹是听的办卡，嗯。啊，武器大师我养的，一共我死了6把，武器师杀了13个人，那请问那7个是谁死的呢？是你死的，你送的，是不是？是你用嘴给武器送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哪有问题你就找哪的问题。我爱我的手艺，我的敌人爱不起来。俺们家的小炮其实这把还行，我发现其实可以打一打，来吧，也就武器稍微狠一点，这武器大师没有什么装备，是阻碍，没什么防御装备，他有了。我先把那沙漏子出了。
怎么的？哎，叮！刚这边吃鱼确实是不应该啊。我也没法上啊，这。好。上小黄毛叫呢，小炮，小炮尽力了，小炮，我明白了，小炮，下一把吧，小炮，继续，小炮，这把确实是打不了了。猴哥竟然投降，那俺们家烈士我又是弟弟，那我有啥不投的呢？不过队友要不投就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继续打，不要没有斗志，知道吗？要有斗志。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他们的弱点就是我的目标。关键现在是小炮没有人保，而且我没有人头，不行了，我得好好玩了，不能跟你们这帮人在这儿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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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叨了。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死定了！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谢谢尤尼克老司机。当然，他们可以想想。这个小驴人，如果我操作可以的话，我觉得我把他给单杀了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能不能把他杀了，兄弟？啊？能不能像点人？像点样？看来这个刀锋并不像人。家没了，没了就没了呗，那怎么办？聚聚，下吧。